其实我们团队绝大多数还是第一次以这么近距离也好，或者说就这么认真的听你的作品也好，然后大家听完之后就说：“哦，很好。我真的很努力、很用心的做音乐，不信你问林哥，我真的就是真的起早贪黑就做音乐。你们喜欢就太开心。”你可以把机器给我，这个街道还蛮好，这好漂亮哦。如果你要是作为买票的人，观众过来看这个的话，你会觉得值吗？我会买第一排。你们说点实话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真的？你会怀疑这件事吗？会啊。就不知道别人买了张票过来看，会不会觉得值得？打开腾讯新闻 APP， 添加眼界夜卡，更多精彩内容独家花絮等你来看。